在这一边呢，它说它有两个液体，液体 A 跟液体 B，solution 就是液体啊，马来文叫做 larutan。然后这两个液体呢，它就有冷却的过程。然后它 A 呢，一开始是95度，B 一开始是87度。然后他说 A 呢，每分钟下降2度，B 每分钟下降6度。然后他说。10分钟后，它们相差多少？所以你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一个是95减，然后每分钟二嘛，2×10咯。OK，所以它会变成95减20，所以它是75度。然后 B 呢，它一开始是87度，然后每分钟下降6度，然后再乘以十，所以它会变成87减60，所以它是27度。所以它现在要的是它们相差几度？相差呢？我们知道 difference 是大减小，所以75减27，75减27，然后75减27的话呢，我这一边就会变成58度，所以它们相差58度，哎，48度，OK，我这一边是精算算错了，就48度，OK，它相差48度，所以75减27，然后是48度。OK，好，然后他作业的做法是2×10，20，95减20，75，6×10，60，然后87减60，27，然后过后他再用75减27拿到48。OK，这样我的做法会比较快的那一种哦。然后我们要懂的一样东西就是说，我们在中学跟小学不一样的就是你的那一个单位，你不用一直写的。你到最后才来写，最后才来写，这样他就不会扣分了。OK。